中央专业为去做农的人，怕唔会过多。公英的彭向飞两公婆一年前带了两个生意呢，并且工厂时设计师的投入，对台中西溪二兰盐山港中，按叫韩屯 Q 货轮改做一空店，卖艺术书七家港中的米，还有冬天油米、油山港中的青菜水果，做 T 三 T 四的平台。我是做位嘢，天牛台表嘅事业天球都大天，一球天公演得飘过港嘅，去年年夜咧，伊能担任正位之五，对台中来宜兰，表嘅投入来做农。像我现在在做的就是补田埂，就是要把水，就是每一块田的水都要固定在一个高度。啊，这边就是。刚刚那个意影机就是走过的路这样，啊，因为它就走过就会有那个沟，所以就是要把这些沟补起来。温丹做天龙工厂时的工人的，中年温头路温做唔少红的农业，平年吃到药做怕易拉腹，不过伊讲伊就家己高压种，实实采采营业嘞。种田比较随心所欲一点，对啊，然后就。哎，就这样看过去就觉得很舒服啊，在田里面，对啊，也会好走，这是一种感觉啦，就是比较自在，比较舒服这样。红烟的两公婆如何两百甲形容起落魄的盛宴，也是宜兰菜地的组织。在前台台商用基金比宜兰分会规划设计师用温泉发起成立。而推广游山耕作，种出红甜米，又向外国田种下成分。因同游山耕作的盘来加入，我们就很自然而然变成一个相互共享的一个团体。那所以去年四月，我们总共有六户农户一起工作。那我就已经发现说，哎，我其实透过两百甲这个组织，我可以做一个新农夫育成的这个工作，就可以陪伴第一年的农夫，好，然后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啊！两百甲盛宴，飘在盐山乡陈沟村的一个龙骨间，来做小农交换意见的场所。村内就交换共建的彭建飞来经验，好多树的枝藤在种下，签到上爱看的树，可是枝藤却有了上爱看艺术树店的想法，不是讲地北东洋爱卖自家出产的米。韩国菜体小农游山耕作出来的农产品，韩国做的一行换一行，就算唔带钱，每做的用唔带来耶稣豌豆米也系抢菜，佮有年轻米。生鲜的部分全部就是宜兰这边当地元山乡或者是那个三星那边的友善或有机小农，他们的那个种的菜这样子。然后加工品的部分，加工品大就是也都是几乎都是宜兰这边就是农夫或者是他们的太太就是他们就是做的加工品，可是因为这边都是手工，他们都是手工做，都不是那种机器的大量的制作，所以其实数量都不多，对，然后就是可能你在外面其他的实体店面会。比较少买到了。小年蔬菜哈是彭显惠跟江应德他们的一个农村梦，那本来要两三年后才要实现，而去年他们来到这边，那因为有两百甲这个团体，因为有非常多人，那就互相支持之下，就突然间让他的梦想就提前发生了。那我想会越来越多啦，哦，因为你种了菜，种了米，你会想要卖吗？那你希望住在农村，那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就经营一家店啊，一个小店啊，就像小店蔬菜这样子，哎，卖卖书啊，卖卖文创产品，好，卖卖有机蔬菜、友善的蔬菜，那这是他们会建这个东西会建构一个他比较完整的一个农村的生活啦。那你可以开花，你想做一个。
买唔起的菜，就会拿到农夫食堂，煮来半夜豆刚中盘是冻煮，夜豆小农十分打水鼓，唔到第一就形成了高温期间的气氛。基本上两百甲只是一个平台，很像土壤，然后你要在上面种花种草，就看个人的，因为每个人都带着梦想进来，所以不适合有一个什么一起的操作，你就协助每一个人去实现他的梦想，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没有一个什么共同的品牌，不是这样的操作，而是一个小农的合作的团队，那各自发展自己的。用 Q 的图像诶做出来的菜价未好，评论小农种嘅萝卜咧高丽菜种嘅亚豆，时光亚豆一般加虾仁，如果种来吃加湿的青菜，我睇亚只嘅买，更怕冇按贵，我旁边飞含黑吃到冇买可能。我觉得我们这边是一个平台，它主要并不是说想要看靠卖这些蔬果就是可以盈利，那包括二手书店也是，那可是我们希望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平台让大家试试看，知道说这些友善农产品他们的就是优点，看说他们的就是味道跟一般惯性有什么不一样，主要是我会觉得可能推广大于就是盈利。虽然讲想爱完成梦想，唔顾两公婆带能量的声音呢，买系都市风嘅伙计，嘅身体唔属天马嘅状态，过后半生意难免限体会少，日日各位存钱哦。那当然，一开始我先生就比较会在担心，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买房子嘛，又要养小孩，他就担心说会不会就是养不活小孩啊，养不起家这样子。可是后来我就跟他说。我后来就是跟他讲嘛，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家就是花在冒险的成本上就是太低了，那而且我一直很希望就是让我的小孩知道说，其实不管你几岁，然后你如果有好的梦想的话就去追。其实就是因为他的支持，我才有那么大的勇气说我们全家一起过来。他因为我们之前在考虑，然后就是因为也有一些那种家计也是要考虑啊，然后就我太太就说，我们家花在冒险的成本太低了，所以她就是因为这样讲，所以我才决定说，那我们就来做一次冒险吧。面对某年底的未来，供应的彭天飞按后档刚来吃，对都市行业田中下，虽然当开始方言康乃乱无依据的，不过已经认识了该度追求理想的小农，要发展出一个想都想唔到的人生。